如果你经常觉得咽部不适，觉得有痰或者是一团异物堵在嗓子里，想咳又咳不出来，想咽又咽不下去，这种情况呢，又不是一直存在，但是时不时就会发生，尤其在生气的时候会加重。我们去看片子呢，在片子里我们又看不到实质性的东西，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在中医里叫做没和气。今天我们就教给大家一个动作，来帮助大家缓解。如果你要是没有这个问题呢，做着这个动作舒服的话，它也会帮你预防没和气的发生。我们邀请到了阿尔伯塔针灸中医学院的 Kyle 老师来到我们华佗医馆，为大家做一个演示。Thank you so much, Dr. Kyle。I'm happy to help. 我们现在呢，把双手放在我们脖子的两侧，之后用一点力量向前推行。产生一种夹搓的力量，推行到中线。这时候我们动作结束，我们再来一遍。双手放在脖子两侧，向前推行，产生夹搓的力量。